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朋友咧都成日问我哋，即系公司其中一个热卖货品咧，神仙膏。咁呢个神仙膏咧，最大嘅好处咧就系美白、淡斑、去皱，觉得毛孔细致咗，同埋皮肤会有光泽咯。好难得嘅，因为其实坦白讲，我自己都查过好多唔同嘅精华啦，敷过好多唔同嘅面膜啊，做过好多唔同嘅嘢，真系要做到毛孔细致嘅产品咧，其实真系市面上咧，我可以讲。真心嗰句真係少之又少，送好多唔同嘅產品俾我試啊！咁其實我都會第一時間就話啊，我最想要修毛孔嘅產品，但係修毛孔嘅產品咧真係好難得，好少有。咁咧，但係有啲客人就會話，咁點解佢會係大陸 pack？ 因為咧實在係。大家都要明白，而家咧所有嘅即係市場咧都係專注喺呢個中國。先前係就咁嘅，會一個一個咁樣嘅。但後屘咧，而家咧直情咧會喺大陸咧做一個紙盒，但係其實個原料咧依然係新加坡嘅神仙膏，物料係一樣嘅。同埋咧我唔知道其他人賣緊嘅係咪我依只神仙膏，因為咧坦白講，即係太多假貨啦，太多不明嘅來源啦。但係我哋公司嘅神仙膏咧，一向咧就係同總公司攞之餘咧，我自己幫佢喺香港咧做咗香港檢測報告嘅。所以咧，隨時如果你哋有需要嘅，絕對可以問我哋公司嘅職員俾翻你睇，冇任何嘅不良嘅物料啦，唔會有所謂嘅咩水銀啊、熒光。簡介咗啦，咁啊呢盎神仙膏咧，其實咧你睇好似好細樽咁樣啦，有啲人就話哇好似好貴咁樣喎，其實咧呢盎神仙膏咧已經可以用四個月嘅份量，所以咧其實除翻落咧幾百蚊一個月，真係一啲都唔貴咯。咁日頭用嘅，我會客人咧就話我中意日夜用冇問題，有啲人客人話我中意夜晚用。我亦都冇問題，但係點解我會 prefer 日頭用呢？因為坦白講，我咧就覺得佢唔夠滋潤。佢最大嘅功效就係佢除咗有呢、這個美白啊、淡斑啊、收細毛孔之餘咧，會有做到呢個均勻膚色嘅效果。呢、這個真係好過你擦任何 BB cream， 因為佢係護膚品嚟。咁用完佢咧，記住要擦翻防曬，因為始終咧係有美白成分，所有有美白成分嘅產品咧都一定要擦翻防曬，如果唔係就反而會曬黑咗同曬傷。咁咧而家就示範下俾大家睇下呢個神仙膏嘅用法啦。因為咧有好多客人都話啊唔識用啊，擦到一笪笪啊，又會咩唔均勻啊，擦到好似白面鬼咁樣。我而家就想即係擦俾大家睇下，即係我每日係點樣擦。咁當然啦，我而家係素顏噶啦，真係好少噶嘛。擦開佢五點，唔使多啊，因為如果你多咧，反而咧真係會擦到好似技藝咁咯。佢係用到四個月嘅，擦翻勻佢啦，向外推。可能大家都覺得我有啲面色唔好，因為咧我已經微燒咗三日噶，係有啲腫啦，同埋咧個黑眼圈就好犀利啦，賴一賴個黑眼圈啦。连个黑眼圈都会遮埋啦，嗱，你睇咁快，啲皮肤咧就变得即刻咧好有光泽，从来都唔擦粉，咁我就会攞佢当好似一个 base 咁样，即系真系有地方去啦，我就会擦啲碎粉喺上面咁样咯。快咧，我就已经化咗个妆啦，咁系冇粉底噶啦，大家睇到用咗呢个神仙膏咧，咁就已经咧做到肤色均匀啦，咁就好白净嘅效果啦。靓女们，如果你哋皮肤咧都有一定嘅质素咧，可以试下考虑搽呢一个。去取代個粉底都做到均勻膚色啊，同埋皮膚好靚嘅效果㗎啦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啦。